屏东车城看海美术馆极度日常毛果主题展，这座高14公尺拥抱猫咪充气装置，周一傍晚工作人员紧急小轰，就担心台风侵袭大猫咪躺平收起来防台。受到凯米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屏东恒春半岛这边呢可能出现5级以上的阵风，那为了提早因应这样的一个防台措施呢，那我们已经先把我们的拥抱猫咪先行消风哈。凯米台风来势汹汹，除了拥抱猫咪被迫小轰，暑假登场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县府宣布24号到26号暂停举办，而原定25号鹿野高台的光雕音乐季也延期到8月2号举行。另外，台东铁花灯之季活动，担心强风，大型艺术月球紧急撤下，其他小型作品高度较低，暂时观望。而周遭的摊贩也因为台风关系无法摆摊。月球哦，它的那个其中一个拉链刚好就是因为拉链有问题，所以它的开始就它的里面的气就开始出现漏气。那因为考量到台风也来了，那我们就直接让它卸完气。月球气球装置以及太空人暂时卸下，无法展出。台东热气球灯之季活动以及屏东拥抱猫咪大型装置艺术都因为台风搅局，活动被迫暂停。三十五号原住俊杰红薯猪屏东。